将军，这是真正戴天明爱斩了毒魔的这才是。当年我用尽心思，甲蒋家联盟，煞独独甲蒋叔清闹到去啊！今日竟然出现这才是，都是后生将军。王金姐，阿你奶奶，哎，我的爹爷姐哦，就平安回啦，都好，也来拜拜哦。今天看啥？叫江道生的两条分配奉献过，我看你嘛是敏感的体质，这款物件你也是卖去目着较好啦。好，安尼唔通，吴英姐，再等下我来处理就好啊。嗯，来来来来来，但是去内底吼，才阁讲哦。哇，这阿爸上想你掌控的哦。那拍袂开啊！阿公，这内底是底啥？哎，你内底啊，藏的就是恶灵昭彰、充满罪孽的恶气。当当你哦，我想要处理掉啦。你吃无将药，带你去火炉内底去烧，结果竟然啊，拢烧袂掉呢。最后哦，只好将药藏入去鸭内底。用我陈老爷一个煮西仔的火哦，将伊封印起来。多谢你报我知呢。其实要破这个封印，嘛不是介困难啦。只要用你的火，甲另外两个人后代火，就会当拍开啊。江总裁。真久无看啊！我已经倒三十年啊，真无简单才精神。结果，算我伫倒伫个遮。若安尼，我心肝头个疑问，都无人会当予我答案嘛。不是咩？你知影，我上欣赏你就是点无，是你个个性。别查我，我可以安怎，伊就安怎，我够无意思的。啊，那你嘞？我可以向东，你就向西；我可以向南，你就向北。哦，为什么？你是让我做头疼呢？哎，刚刚有一个方法会当让我听你的。就是，把我的手牵条条，安尼你讲往东，我绝对袂往西。你主动牵我的手，是不是？你去做我的牵手，我足介意你。啊，你讲啥？我哪有听拢无？迄音乐声哦，伤大声啦。我可能拄只啉伤济啊，我想要来去洗手间，先刷包装哈。等等，我咪讲出来啦。我得笑呀，是啥物了不起的？那不是为着钱，我只病毒臭。做小姐的哪会当讨厌人家呢？安尼是要哪赚着钱啊？你是啥？我伫这毋捌看过你，根本你是新来经理。你想想这啦。我唔是这个酒店的人，我是一个哦，会当让你一步登天、严格探红杯啦。你想要搞我包吃？杀人鱼不如哦，教伊安怎掠鱼啊！我会当提供你一个真好的工作机会，安尼，你伫育幼院小妹，我会记，你拢叫伊
灭宝哦。拄只了咧想起迄个江开阳，已经杀着你啊！你哦，还接受伊对你的追求，甚至想尽办法哦，继续去江家。你爱我未死，那你甲这妈妈上有啥物无共款？莫名其妙。哎，妈妈上是爱你奉待所有的大波人，我只要你啊，按奈何江开阳一个人尔。我甲你保证啦，只要你把这个工作做好，我随甲你妹妹为育幼院接出来，好好甲栽培，会过上好的生活，受上好的教育。啊，若无，以你即摆赚的钱，连个教育费都无够啊！只要给我公开用的营养品。那是安尼，我甲你哦，做我的内应，甲姜家。内部所有的机密啊，拢报告给我知影。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先行去调查我，再来决定要跟我合作的。我在这甲你提醒吼，这件代志，除了你，我以外绝对袂当。予第三个人知影，拢找死！你反腐我的代志，我拢已经做甲够啊！迄个时阵，你三不五时啊，嘛会甲我讲阮小妹的消息。虽然讲我无法度甲伊见面，也毋过我至少知影讲你有照片照镜。后来，我发现姜家的秘密，想要甲你联络，偏偏去予姜开阳伊甲我顾牢牢，我惊伊影响着伦伦，所以毋敢甲伊硬断硬。想要到，我煞去予伊设计，一倒就是三十年。我希望你赶快有继续照顾妹宝，我这条命等于失去回来的。我敢若想要甲我小妹当团圆，结果煞无你倒伫个遮，那呢？我敢是永远无法度甲我小妹见面啊！你来啊，无人看到你入来吼。放心啦，我入来的时阵足细腻，嘛有特别注意啦。还是讲，你是安那变一个囡仔出来啊？我是代志还未发生，就先准备啊。进前哦，我予阮大伯喂啊。我一发现毋是细，就先去买一张超音波的相片，放伫个身上。想袂到这张超音波的相片，阁真正变作我的保命符。查某人的第六感哦，真正足准的。有影够呢吼！诶，是讲这杨香水伊嘛是查某人啊，而且伊阁遮尔啊欠卡嘛，遮尔啊精工呢，伊的第六感敢会输你啊？你有新的这件代志，伊敢一点啊怀疑拢无？废话，伊遮尔啊够猜疑，哪有可能会相信我？啊，不过伊信不信是重点，重点是少怀信就对了。啊，不过你帮助恁大伯暗藏真相的代志。你迄个当公的翁婿，拢无任何的反应哦？哪有可能？伊甲我迄个无缘的大官感情偌好咧？伫个知影我阮妈禁锢了后，伊根本无法度谅解。甚至哦，我予阮大家赶出去时阵哦，伊拢无意见。啊，结果迄超音波的相片一拿出来，
啊，我的目屎吼，搁滴几滴啊出来，搁甲伊洗奶过过。哼，伊的态度随转变嘞，搁挡伫我的面头前，甲我保护。杨双水吼，当场的下海哦，拢要落来。哈，无怪哦，你有这么在胆呢吼。当然啦、啊，虽然公开扬哦，海星爸对于社会打击真大，啊，不过我伫伊上失望艰苦时阵，送予伊一个希望。所以你才会想到要招伊来妈妈教室学主讲。是啊，即卖哦，只要甲伊想要做好爸爸的心情抓好掉，啊，予伊的心思哦，拢藏伫个我甲宝宝的心上，安尼伊就无时间去想遐有诶无诶。毕竟吼、哦，这个假宝宝是咱唯一的保命。咱，啊那无嘞？哦，我就是讲，你干那是要自保嘞？你这个人真正足无良心嘞！那是我会放你唔管哦，我想怎要让你关心你啊？哇，嘿嘿。原来这世界上真正有为着一朵花会停落来的蝴蝶呢吼！我保证啦，我身躯顶所有笔拢是你的。蝴蝶，我煮好啊，你进来吃看下呀。哎呀，少华来啊，紧避开，紧避开。蝴蝶，包怀，你真正足大心的，对我足好诶。当然啦，因为我要做爸爸。吴小强，来来来，蝴蝶，你免惊，老公保护你。什么声？啊！那我什么声？我刚才听到有人在叫呢。那有可能啊，这是有咱两个啊。你去边啊吼，我来处理这只小强。孕妇袂当骗啊！最好，咱嘞来进来走。啊，这个狗社会，伊是要跟我偷袭啊！六月第五啊，蝴蝶搁咧高高甜，蝴蝶怎啊继续有心，才当继续来姜家？我咧想啦。你这个高兰母已经讨论过，趁这个机会，赶紧挂电话买，摕到好处，对不？姜家人对你这样无情无义啊呢？你搁这样关心江少怀哦？什么人是敌人？什么人是朋友？不是表面上看的这么简单呐、啊。我来跟你讲，应该上万湖的环宇集团。正要支持我，帮助我，把吴集团归我旁去，你是不是应该后悔？你怎么这样扣死？你讲啥？你讲阮环宇集团会甲你斗相共，把吴集团归个旁去啊？这摆环宇集团是王英的欢，不是老太太甲迄个啥物拢唔办的江兆月了。我你到底是咧讲啥啊？你讲王英会徛你这边哦？我真唔相信啦！沙罗，我甲王英计划是利用你甲蝴蝶的关系，互恁做阮提吴集团的内应，内神通外鬼，甲吴集团规划旁去，互你会当甲蝴蝶修成正果，互你人财两得。我甲你讲啦，跟我合作，就是唯一的出路。